2015爱在彰化圣诞平安嘉年华彩街活动，25日圣诞节晚上在县府广场热闹举行。县长魏明谷与现场近千位的民众一同欢唱平安夜、大手牵小手等圣诞歌曲，欢庆圣诞佳节。啊，圣诞平安嘉年嘉年华彩街报佳音，也就是啊，今年是扩大的举办，啊，咱嘛邀请真侪啊，无量无尽，也就是管弦乐队，啊，佮有展台新树。花车比赛的游戏，过去呢，我拢是咱的彰化艺术馆头前，今年咱非常感谢咱吴馆长，啊，所以咱馆长团队大家共同投入资源，带动这个气氛，予咱彰化市愈来愈热闹，愈来愈像圣诞节。彩街报佳音活动全程约4公里，同时有县内高中职管乐队游行和10多台花车彩妆比赛，场面壮观欢乐。彩街人数超过2000人以上，现场充满欢度圣诞的气氛，让民众感受温暖、平安与爱。公益频道张华允彰化采访报道。